式啦，去演繹佢哋嘅冰封父女情喎。呢個我都好期待啊！究竟阿展鵬同埋 Sherman 可以點樣演繹到蘇媽媽同埋蘇慧欣嘅父女情咧？裏面咧會有好多可能乒乓球嘅環節啦，當然都會有唱歌俾大家聽啊，等等唔同嘅表演咧，都可以涵接喺裏面嘅音樂加埋乒乓球，睇下佢哋又點樣發揮咯。係啦，咁我哋即刻交個台俾佢哋啦。Hello， 我係蘇慧欣，我係現役香港乒乓球運動員，2011年嘅時候攞咗東京奧運嘅女團銅牌。呢個係我爸爸。係你好，我係蘇慧欣嘅爸爸蘇仲華，我係前香港隊成員。我喺3歲半至4歲嘅時候開始打波嘅，咁一試咧就中意咗，所以就咁樣開始咗呢個乒乓波嘅旅程。佢話好想打，我未打一次啦。啊！佢又打到喎，打唔肯走喎，咁啊試下可以訓練下佢啦。5、6歲打比賽已經似模似樣，即係真係似一個運動員啦。差唔多啦，今日唔好再練。點解啊，爹哋？我仲可以喎。你再練，我驚你隻手遞唔起喎。你幾時受傷㗎？我冇事，我冇整親啊！冇整親？真係冇？冇事啊！攞手俾我睇下。我真係冇事咧。唔好俾我估中啊！你係咪又係懶咧？諗住一個打10個整親咧？唔係啊，爹哋！頭先咧有一招真係可以用你好勁嗰招咧，大棒子刺。哦，而家你整親就賴爹哋添，咁你好忙我。爹哋之前曾經成日同你講過。打波唔係要贏，係要贏，仲要保護自己，贏到最後啊嘛。咪係咯，如果你受咗傷，你幾叻都冇用啦。爹哋細個嗰陣時就係唔識，所以咧每一場都去到盡，先會整傷自己。你明唔明？係啊，因為咧，爹哋而家有我做花木蘭代副總管，你嘅奧運啊，攞獎牌啊，交俾我啦。哇！你講到似真咁喎，你唔好口輕輕啊！贏咗全港運動會先講啦。係嘅，教練。第4屆全港運動會乒乓球女子雙打總決賽咧，而家係咩錯啦？蘇慧欣姊妹咧，目前落後2分啊，佢哋再輸多一分咧，就無緣冠軍噶啦。我係參加咗第4
賽咧，係代表自己嘅地區去參賽啦。一班朋友一齊打波，一齊訓練啊，係相當之好玩。自從喺港運會拎到金牌，亞軍嘅信心大增，成績仲越嚟越好。世界盃啦、世錦賽啦、亞運會都攞到獎牌。2021年，佢仲攞到東京奧運嘅入場券，備戰奧運。但佢最大嘅敵人係傷亡。你仲練波？你受咗傷㗎？就嚟奧運啦，而家唔搏，等幾時啊？今屆打唔到，咪下一屆咯，唔好再練啦。你再咁，你拎唔拎球板打唔到波噶啦！一個有運動員，一生分分鐘一次奧運嘅機會都冇啊！我唔想自己遺憾，更加唔想爹哋你失望。如果你真係唔想我失望嘅話，你就唔好再練。我已經同你教練講咗，你呢個月唔可以再練，好好咁養傷。點解你唔問下我先啊？點解啊？有一次你一實在是中毒，騎著單車的我俩，懷緊你的擁抱。你記唔記得7年前我同你講過，你參加全港運動會，比賽係要贏，但係仲要學識保護自己，贏到最後。呢個金牌是你親手送給我，但你知不知道在爸爸心裏面最重要的金牌是你。你這個月不要再練了，我陪你一起好好養傷，好好休息。我希望你用最好的狀態為自己打場好波。声想抱紧些，茫茫人生多着荒野，雨系能覆于爸爸的肩膀，谁要下车？难离难舍，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，任世间再哪会想起这单车，还有幸福。爹哋啊，不過咧，你下次可唔可以唔好咁惡咁鬧我啊？我唔係鬧你，我係大聲同你討論啫。哦，討論，討論可以細聲啲啊嘛。我哋兩個其實可能性格上面咧，都是一些對自己喜歡的東西是很執著同埋很有主見。我哋都是商量，就不是拗嘅，不過大聲啲討論。我諗住你多數先。